人才在这个湾区里面并非流失，我同意是流动。那我相信其实每一个地方只要给到希望人，那些人才就会留下的了。粤港澳大湾区是绝对一个机会，也是给到青年一个上流空间。其实大湾区是一个边路理论来的，每个城市出一些东西，大家也都可以收获更加丰富。鼓励他们走出舒适圈的同时，他们怎样给到安全感他们。国家十四五规划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都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启示。香港人怎样能够分到这块大饼，以香港优势闯进大湾区呢？这样得不得选举篇？邀请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候选人陈少雄、梁毓伟、陆汉文、陈家佩、容海恩，一起听下他们怎样看这个机会，又有什么妙计去吸引青年闯进大湾区，发挥香港优势。就是有意见说粤港澳大湾区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最后机会，你们认不认同呢？为什么呢？但如果假如我们不是很好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就好像领导人所说，苏州过后没听到。而且我们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同时呢，我们是要考虑到一件事，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这个强强合作的城市群，它发挥了那个协同效应呢非常之重要。香港因为我们是一个专业和经济金融等等的领域，加上在国家给了香港一个很重要的八个中心位置，我们希望依托着粤港澳大湾区，让香港可以加速去出发。现在我们大湾区的发展虽然是慢慢慢慢逐步去，但因为碍于通关的问题是还有一个小窒碍，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加快通关，令到粤港澳大湾区是全部通。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交通的问题，我们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其实大部分都可以在一小时的生活区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粤港澳大湾区是绝对一个机会，也是给到青年一个上流空间，也是给到商界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香港其实各大的院校都是提供一些非常优质的科技课程，我们是培训很多全世界各地的研究人才的，但是奈何就是他们毕了业之后在香港可能没得发展，所以那些培训人才我们在香港可以做一个孵化器，孵化多一些高科技的人才出来，在大湾区里面又有一些机会给他可以继续发展，我觉得两样东西配合一起做就会是令到我们香港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青年往上流的那个空间就可能比较小，原因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行头是比较窄，咁大湾区里面确实是有连埋内地的九加二这个配套呢，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出路空间。鼓励他们走出舒适圈的同时，他怎样给到安全感他们。我去到深圳，去到东莞一个地方，究竟我那个生活圈我究竟是可不可以习惯得到呢？我们政府或者 NGO 也好，有没有提供过一些支援给他们呢？等等等等，这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之重要。我会用一个叫边路理论的比喻去跟他讲。边路理论就是说，我们即一班朋友去打边炉，你带不同的送菜，你带豆卜，你带肥牛，你带菜心，我带金菇，亦都像我们大湾区九加二的城市一样，每人各有所长，各有分工，每人带不同的技术，每人带不同的送菜去，基本上我可以带一样东西，我就可以换到九加二这么多的送菜。所以其实香港在整个大湾区里面的定位，其实国家亦都已经有所分配，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好好的機遇來的。有意見就認為，推動港人到大灣區其他城市或者內地其他地方發展，會令香港人才流失。你怎樣看這個講法？我們一定要看國家的策略，國家是做緊內循環和外循環，兩個循環是同時間要做，所以我們不會是流失了任何人才，我們只是會大家灣區大家一起前進，希望大家的人才是互相在這裡幫助，互相互補，包括我們的創科，我們也都希望可以內地的創科人才來到我們香港發展，帶起我們整個香港的創科的氛圍。如果我們的人才去外國深造讀書，那是不是人才流失呢？這些我們國家都是有很多人才以往出了去做事深造，回來都建立一個更加好的一個平台，同埋我哋嘅人才去到一個佢哋有空間發展嘅地方，呢個先至係對我哋嘅青年人，對我哋嘅未來一個好嘅。咁如果我哋如果只係睇香港呢個咁嘅地方，確實係我哋嘅經濟嘅行頭可能唔夠
多啦，唔夠廣。問題在於咧，究竟我哋喺呢一個地方，俾唔俾到一啲可觀、好吸引嘅發展機會呢一啲人才，俾唔俾到希望呢啲人才？因為其實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你見唔到個前景嘅話，佢就算有幾多吸引嘅條件咧，都唔會嚟呢一度嘅。咁我相信咧，其實每一個地方咧，只要俾到希望人咧，咁啲人才咧就會留低噶啦。香港嘅好多嘅電影嘅專才都去咗好大灣區唔同嘅地方，但係原來內地嘅好多專才、好多嘅發行咧，又會嚟翻香港嘅喎。咁所以我哋見到啦，係成個大灣區嘅人才嘅流動咧，係非常之顯著。希望政府可以咧整一個人才嘅清單，香港需要咩人才，內地唔同嘅城市需要咩人才，讓我哋嘅青年人能夠一目了然。而港澳大灣區咧係達到一個叫城市群嘅協同效應，因此咧就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優勢互補。人才喺呢個灣區入邊咧並非流失，我同意係流動，無論青年或者專才都好啦，喺灣區入邊咧。佢所有地方都是自己屋企，只不過呢個屋企係大咗一個大嘅經濟餅。我哋籌備今集節目嘅時候咧，已經按照選管會嘅指引去邀請候選人，但係由於選委界別報名嘅人數眾多啦，我哋咧就要分批請佢哋上嚟嘅。今次就先邀請11月5號或之前報名嘅候選人。咁其中咧，盛志文啦、陳月明啦、林林啦、劉志鵬啦、譚國恆啦、曾正義啦、李振強、陳仲尼、孫偉勇、簡偉敏、陳佩良。他們都表示未能出席或者未有回覆我們。另外李浩然、黃元山、黃子謙、江玉歡、梁美芬、鄧飛、周文廣、吳傑莊、林信潮、林振聲、馮偉光、林志遠，他們呢早前已經出席了我們的節目了。而根據選管會最新的資料，截至11月9日選委會界別候選人還有黃國、陸仲雄、蔡永強、麥美娟、陳海欣、郭玲麗、陳海榮、郭佩凡、張國軍、刁勝雄、馬逢國、管浩明、謝偉俊、洪文、陶海明、林小魯、何君瑤和孫東。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如果有意見歡迎在下面留言，有什麼想討論得不得，不妨告訴我們，私信我們都可以。多謝大家。